剧里面的眼神戏，大家说处理的非常细腻。当妈妈让尖刺现场切换笑柳的眼神啊，现场切换、这个很难。对，这个我们拍戏都是要很考究，在现场很考究。你现在突然临时让我切换，我很难。哎，你这不一下就来了吗？临时让我切换，我很难。大家说你的眼神会画饼，会画饼。对，说你看狗了神奇啊？有吗？啊，有。真的吗？你现在看我也很神奇。是吗？啊，我不是狗。大家说你这个除了眼神，声音也是一个魅力啊！看看萌妈谋到了什么好福利。我给你准备了两个台词，你就带着这个眼神和声音一起就对着镜头。与你短暂相伴的防风被死了，我还你一个长久相依之人。与你短暂相伴的防风被走了，我还你一个长久相依之人。然后我再给我们芒果妈妈谋个福利啊！让妈妈让多宝说出相柳超经典的那句：你只不过是仗着我喜欢你罢了。你只不过是仗着我喜欢你罢了。你只不过是仗着我喜欢你罢了。然后第二集里面你有演唱那个《桃花雪》，然后大家说这个谭金丝别唱了，就是一唱就会开始虐，有什么想回应的？我说过，我是不可以入梦的人。就是虐更健康，虐更健康。在看狗高深情的眼神下说出了如此冰冷的话。是不是每次这个影视作品都会跟你说，就顺便唱个插曲之类的？对啊，是吧？对，所以你也很乐意形成一个产业链。你也很形成一个产业链。不是，哎，就是产业链，就是产业链，谭健次专属的产业链啊！谁看完这个视频不会被谭健次可爱的啊？你知道自己是表情包大户吗？然后我们再模仿几个表情包，都是可爱的。下一个啊，嘟嘴。你朝那边再嘟一下，朝镜头再嘟一下。对妈妈言听计从的多多，别太萌了，你就关着我吧。